叫啥来生着？死之久。叫 Noli Abyss。好勾。给个人头呗，给个人头呗。人头不给呀！往日的负担，谢谢小西瓜的青山书，谢谢。还有20秒开奖啊！一张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这一轮，这一轮抽奖马上结束了。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这是刚才的蛇女不？学个盾吧，为了那些已经迷失的人。等个三级再跟他打。哎呦我操，这边的 W 踩的可不太好啊。它发生了。哎呦我的兵。这蛇女人呢？人没了呢兄弟。你有蓝吗？你蓝够用吗？请问。你的蓝也不够用啊。回家。来一个考尔菲德战锤，靠，尔菲德战锤，插个眼儿，这波这蛇女蓝都不够用，我耗他两波他就没蓝。哎呦，区区好高啊。回家，差点儿啊，那可不差点儿吗？不回，这波直接再杀他一波。往日的负担，
的良善。他很脆的，其实我们升六只要一个大基本上他就是没了。再吃一层塔皮吧。拜拜。我已经无敌了，兄弟们。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们，我无敌了。可以控波线啊，这蛇女六了，等个大招。等个七秒。我已经觉醒了。回头。呀。蓝不够用吧。啊，蓝够用吗？蓝不够用吧，没蓝了吧，让你不出女神之泪儿。这小子居然不放大招，第一时间。第一时间不放大，那你就没机会了。选择你自己的路。哎呀，这都能扣到我。哎，闪现一个平 A。我已经流浪如此之久。Rampage。给我扣蓝了。哎呀，这英雄技能太远了，给我扣蓝了。这大 V， 哎呦我，塔皮还没吃到，塔皮没吃到，正好我们出黑切吗？对不对？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塔皮吃到了，我们这黑切的钱不就不正好了吗？关键这小子给我吓着了，我寻思我赶紧跑啊。他发声了。我操，这 Q 技能伤害那么低。非常的迅速。来，这回这大卫的来，
上波来了，这波再来。逼他一个大出来啊！哟呵，嘿，这蛇女居然不放大招！我是没想到的啊！点盐吧，这算了，又是你这大卫，踩住 A Q E A Q A Q， 哎呀！我那个平 A， 完了，一血塔没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那个平 A 为什么没出来呀？有一个平 A 没出来，攻速没够，可能刚出手我摁的 Q， 他 A 没出来，光速 QA 失败了。来个啥呢？这把的皮还来一个布甲还吧。一血塔还没了。哎，真的，我那个平 A 那个动画效果都出来了，但是他没出来。不会浪又非要浪，菜鸡，你管着吗？你管着吗？我乐意死，你气不气？气死你！哎呦我操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。漂亮，这夹回头 A 他一枪啊。不行了啊，有点让人给我干咬了，干咬了我的心智，使我的操作变形了。上当了！我的双手沾满了罪孽。算了，下路收兵吧。蛤蟆不要了。蹲我，你好像是个辅助啊，我记着。真是憋屈死了，回回是他。哎呀，我天！
你敢不敢满血过来找我一把？你怎么每回老我一残血就是你，一残血就是你，你能玩了不你？真是的，这人真是烦死。